么是能代表中国的符号呢？您一定会说长城啊，长江啊，黄河呀，黄山呢、啊、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来自匈牙利的影子舞团，他们将用身体组成各种神奇的影像，而这些影像正是我们熟悉的享誉世界的中国符号。把掌声送给这些来自匈牙利的舞者，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，用特殊的方式为我们演绎的一个个美丽的中国符号，谢谢你们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谢谢各位。